两大攻心齐离队，恒大争冠无望引地震，卡帅新城必须引援换血，在天王山对决中输球，恒大今年的八连冠梦想基本破灭，赛季被上港双杀，相信就算卫冕失败，恒大也算是心服口服。而在赛后，大家都将话题人物瞄准卡帅，除了他对球队的设立有何解释之外，更想听听他对于下赛季的想法。他认为今年的争冠形势是非常激烈，现在的中超不仅有上港和恒大两支球队投入大手笔，像国安等球队他们一样为拿到好成绩不惜巨资引援，但我相信恒大这么多年走过来已经拥有一支冠军班底，不过要想在来年重整江山，就必须引援给球队注入新鲜血液，丢冠我也不想找借口推卸责任，但从今年的数据来看确实很奇怪，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引进说明还是需要好的外援，赛季结束后如果还想继续让球队有好的成绩，还是需要引进更多好的球员。明年由于恒大还有亚冠任务，因此现在球队的四名巴西外援是至少要有一人离开，让路给亚外球员，相信谁走谁留大家的心理也基本有了定论。不难看出阿兰和高拉特会是离队呼声最高的两人，前者在本赛季结束后就将合同到期，虽然在赛季末段阿兰重新顶替高拉特获得首发并有不俗表现，但与宝塔两人之间的互动配合还显得格格不入，加上球队本赛季丢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关系到他的暴力犯规导致停赛八场，令球队在五月份彻底陷入低谷，如果现在真的被球队放弃，阿兰也无话可说。另外高拉特也是最大的 X 因素，自从9月份打完上港的比赛后，高拉特就彻底消失在球队阵容中，期间有人说他是受了重伤需要手术，也有传闻他和恒大续约不顺而闹别扭，各种说法都有，不过以高拉特本赛季的表现来看，也确实配不上一份续约合同，既然他早就说过想离开恒大，倒不如趁着还是黄金年龄尽快让他离开，为新援留出空间。当然除了外援之外，恒大的本土主力球员都基本年过30，如何解决他们的更新换代问题更为重要。如果恒大能将传闻中的何超、张修伟等实力派小将拿下，再换一两名强力外援，依然可以期待第三次夺取亚冠。